六哥哥，各位好。鼓掌，你鼓掌吧，不要忍着啊，可别忍。哎，非常欢迎各位光临啊，我们一起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好吗？快乐大巴，五花大巴。大家来到现场看到活的我们了啊，可是电视机前有很多观众朋友很着急，他们也想和我们快乐大巴互动，那怎么办呢？好，参与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摇一摇，或者央视少儿和快乐大巴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了。喜欢读诗的小朋友可以在读诗秀环节当中上传诵读诗歌的视频，就有机会来到现场成为小小学堂当中的小学员之一。那么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为您所喜爱的选手投票，助力他们成为我们本场人气小选手的同时，你们也可以登上我们的助力榜，这样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快乐大巴专属礼物。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做好准备，请出今天的三位小嘉宾，欢迎他们。来，有请来到舞台中间三位帅气的小伙子，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浩辰，今年七岁了，我最喜欢小动物，尤其是猫头鹰。这是猫头鹰，小动物猫头鹰，喜欢猫头鹰。自我介绍结束了是吗？来下一位。大家好，我叫王天佑，今年七岁了，我是来自东北美丽的鹤城齐齐哈尔，我是一个阳光的小男孩，喜欢唱歌跳舞，喜欢大自然和在野外奔跑，尤其喜欢小动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哦，谢谢大家。你喜欢什么小动物？大熊猫。大熊猫。刘玉晨。大家好，我叫刘玉晨，我小名叫淘淘，我今年七岁了，我喜欢表演、游泳、踢足球、画画、唱歌、跳舞，我还喜欢养小动物。你喜欢什么小动物？我养小狗。养小狗。哎，今天这三位小伙伴不一样，有喜欢猫头鹰的，有喜欢熊猫的，还有喜欢小狗的，共同特点都是喜欢动物。来，今天三位都说了自己喜欢唱歌跳舞呢，一会儿呢我们就会有美妙的音乐相伴，音乐来自哪儿呢？快乐大巴开播十年以来与我们相伴相随不离不弃的七彩风铃大乐队。掌声送给他们。好了，三位一会儿要好好表现。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快乐大巴马上出发，快乐大巴，五八八八秀吧。张浩辰刚才说呢，最喜欢的小动物是猫头鹰。因为我今天喜欢小动物是猫头鹰，所以我给三位主持人带来了一位礼物。哦，还给我们带礼物了。对，粉色的是小鹿姐姐的。哦，为什么要把这个送给她呢？因为她很漂亮。哦，然后黄伟叔叔，这是你的。哎呦，我很单纯吗？然后这个是金豆哥哥的。为什么送我一个色儿？有点，有点像你们，有点像。哎，各位，我们俩。这是猫头鹰爸爸，猫头鹰妈妈。然后他们就生了。我。哎，好可爱，谢谢你的礼物。哎，我第一次收到猫头鹰的礼物。哎，他的呢？谢谢谢谢可爱的小礼物。言归正传啊，那你是为什么喜欢上猫头鹰的呢？因为妈妈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关于猫头鹰的小故事。哦，给我们讲讲吧。猫头鹰一年辛辛苦苦捕捉老鼠，为农民伯伯立下了汗马功劳。女儿们看见猫头鹰的工作又流辛苦，都很同情他，纷纷来劝他。百灵鸟说，你的工作这么累，干脆别干了，你还是跟我学唱歌吧，只要有了甜润的嗓门，能唱出好听的歌，不管你到哪儿都很受欢迎。花喜君说，你还是跟我学吹捧树吧，只要你对那些人说点好听的话，哄得他们开开心心，让你吃香的喝辣的，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吹捧树。白孔就说，你还是跟我学打扮吧，你看我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是啥事都没干也很受欢迎吗？猫头鹰说，谢谢大家的好意，我的工作虽然又累又辛苦，
但是可以为农民伯伯节省很多的粮食，让他们获得更多的丰收。我个人收入比又算了什么呢？通过这个故事，我了解了猫头鹰对大自然和人类做出的贡献，也体会到了猫头鹰不怕苦不怕累，这是自己梦想的精神。对，猫头鹰呢被称作是这个农田好卫士，是吧？那它是怎么吃东西的呢？猫头鹰没有牙齿，把老鼠吞下去后，把皮肉消化掉，把消化不了的骨头和鼠毛吐到树下。吞食是吧？我知道不同国家呀，认为这个猫头鹰的这个有不同的意义，是吗？给我们介绍一下。古希腊人就把猫头鹰看作是雅典娜和智慧的象征。智慧的象征。日本人就把猫头鹰看作福鸟，由于发音的关系，也可以叫做福老，意思是表示富裕长寿的老人。还有福龙的说法，意思是把福气关在笼子里，多多地在你自己身边。而且它还是长野运动会的吉祥物呢，代表着吉祥和幸福。猫头鹰也代表着学问的象征。所以猫头鹰博士经常会看到，是不是？好像有这样的。对，有这样的卡通形象。那今天呢，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自己喜爱的这小动物猫头鹰，带来的节目肯定跟猫头鹰有关，对吗？我是一只小小鸟。差不多吧。猫头鹰也是鸟。没错没错。我是一只小小鸟，掌声欢迎。谢谢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今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抓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是猫头鹰的造型是吗？那这是小鸟的造型。这是什么鸟黑成这个样子？乌鸦。乌鸦。乌鸦。乌鸦是一种好的小鸟还是不好的小鸟？其实呢，不同的国家呢，对这个乌鸦的这个意义呢也是不一样的。很多国家的人们特别喜欢乌鸦。对。另外咱中国人知道乌鸦反哺，羊羔会乳。乌鸦长大之后会回去在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对，所以乌鸦是好鸟。对，我相信这个成语很多小朋友都了解哈。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一号小选手，谢谢你，谢谢。来休息一下，欢迎王天佑。刚才在做介绍的时候已经说过了，特别喜欢熊猫，对吧？为什么喜欢熊猫？它特别的可爱，头这么大，圆圆的，大大的，尾巴短短的。为什么我们把熊猫称作国宝呢？因为熊猫最少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800万年了，活化石。那时候的恐龙啊什么的都已经死了，
只有大熊猫还一直活着，所以它被称为活化石。它跟熊有什么关系吗？大熊猫跟那个大熊很有关系，然后那个小熊猫它是跟那个小浣熊之类的有关系。对，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跟我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小个的大熊猫，我们不能说哇好好看的小熊猫啊，小熊猫其实是另外一种动物啊。为了告诉大家更清晰知道这大熊猫究竟历史多久，刚才不说了800万年对吧，你们听说过一种动物叫猛犸象吗？听过，都已经灭绝很多年了对吗？对，猛犸象生活的年代是5000多年前，大熊猫是800万年，你想想。所以我们把它称作是活化石。那现在我们野外大熊猫还有多少只你知道吗？目前第4次野生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共有1864只啊，挺少的是不是？非常少。那我们国家呢这个多年来呢都致力于这个大熊猫的人工繁殖和这个圈养，四川有几个大熊猫的这个繁殖培育基地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四川卧龙大熊猫研究基地，对，还有都江堰基地。熊猫为什么那么懒？你刚才说了走路慢，为什么？因为熊猫的个头非常的大，可是它又吃素，只吃竹子，竹子里的养分非常的少，所以它们每天尽量少活动，才能保证自己有力气。啊，它每天要吃很多竹子吗？对，因为竹子里的养分少。我看养熊猫的时候怎么还给它玉米面儿啊苹果呀？那都是人工圈养的给的啊，能够让它的这个营养能够均衡一些。大熊猫特别逗啊，就是不是说吃粗粮吗？它绝对吃粗粮。大熊猫吃100斤竹子，你知道它拉出的粑粑里面有多少竹子吗？有85斤竹子。所以留下的营养太少了，也就是它基本消化不了。吃竹子拉竹子，哎，我们经常会说，哎，你昨天晚上是不是熬夜了呀？为什么有熊猫眼呀？为什么这个熊猫眼睛是黑的？它是为了保护自己，黑圆圈会使眼睛从远处看起来更大一些，然后别的动物看见了这么大的眼睛就不敢来伤害它了。就像有一些明星出门都戴墨镜，是不是？是一个意思，对不对？我这样的画完了眼影，远处一看眼睛大，对不对？害怕吗？不害怕。哎呀，明天再画大点，画一个可爱的熊猫眼。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跟熊猫有关系吗？有。我是一只小小熊。不，有叫做功夫熊猫。来，做准备，掌声欢迎功夫熊猫。圆鼓鼓也跳得有高度，胸中有智慧最难的是糊涂，虎背能点水，熊腰能倒数，无敌龙战士心碎没抢飞舞，我不光是一只可爱小动物，熊猫会武术江湖我做主，邪魔外道你别不服，闹钟功夫熊猫，可爱超级大英雄，熊猫功夫，帅气无敌真功夫。哎，我觉得他这种表演，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可能都特别喜欢，你们喜欢吗？今天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小动物啊，谢谢2号。谢谢，接下来我们请上3号刘玉晨。来，2号休息一下。欢迎我们可爱的3号小选手。刘玉晨刚才呢说自己养过小动物，什么小动物？小狗。小狗。对，那对于这个狗狗的习性你了解吗？比如它的鼻子为什么总是湿湿的呢？因为狗狗鼻子湿是证明它很健康。
狗狗鼻子湿漉漉的，可以帮助狗狗粘住空气中更多的气味分子，这样它就可以闻到更多的气味。明白了，不能老给它擦吧？狗鼻子为什么湿的？我真不知道。健康，健康。如果干的话，肯定是有病，上火呀什么的。是流的鼻涕吗？不是，就是它鼻子这块不是黑色的吗？黑色的如果是就是润润的、亮亮的，就表示这个小狗狗很健康。如果是那种发乌、很干，就说明它可能是有点身体不太舒服了啊。那狗狗还特别喜欢摇尾巴，摇尾巴有什么含义呢？可以，狗狗摇尾巴表达它的心情。如果狗狗尾巴摇得很快，连屁股都在动，那就是它很兴奋。如果是狗狗尾巴，那这样你现在就是小狗狗好不好？现在是很兴奋的小狗狗。哎，吐舌头呢。很兴奋的小狗狗。然后呢？如果狗狗的尾巴摇得很慢，像在扫地。就是狗狗很轻松和舒服。那你再来一个轻松的，轻松的小狗狗，很惬意。好，第二种。然后呢？然后是狗狗的尾巴如果翘起来，摇得很快，身体向前倾，那就是它做好了打架的准备。那什么样？学一个。然后嗓子眼还得发出声音，对吧？这是狼吗？对啊。明白了。那狗狗还有什么特点？比如它夏天的时候为什么老吐舌头呢？狗狗跑步、打架、出汗的时候，都会伸出舌头来散发自己身体的热量。没错，是为了散热。哎，你有好多歌，唱猫头鹰的歌比较少啊，但唱小狗的歌特别多，非常多呀。你是带来一个跟小狗有关的歌吗？不是，我是跟小兔子有关的。我们先唱豆哥。金豆哥，你能想着跟小狗有关的歌有什么？我是一只小小狗，就要变骨头。小鹿姐姐会不会？小狗吗？小狗的歌。门前对，门前大桃下坐着一只狗，汪汪汪汪数一数，二四六七八。一只小黄狗蹲在大门口，两眼绿油油，想吃肉骨头。对，想要一起学狗叫，一起汪汪汪汪汪。我的，那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歌呢？小可爱，小可爱，掌声欢迎。小狗也很可爱啊。三号刚刚这个表演我觉得特别的完整啊。对，妈妈妈妈我爱你，好像好多熟悉的旋律放在一块儿了，而且后面还有延伸，我要长大了有力气保护妈妈。特别温暖的一首歌。好，谢谢我们的刘玉晨。那现在呢，三位小朋友都表演完了他们的节目，我们请上一号和二号小朋友来，有请两位小选手再次走上我们的舞台。好，现在就到了我们的投票环节了。那么我们现场的观众，你们更支持我们的哪一位小选手呢？请拿出你们的手机，为你所喜爱的小选手投出宝贵的一票。来，三二一，请投票。投票开始喽。那么电视机前的小观众，如果想参与到我们快乐大巴节目当中来的话，可以通过手机摇一摇，或者央视少儿和快乐大巴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喜欢读古诗的小朋友可以呢，在读诗秀环节当中上传你诵读古诗的视频，就有机会来到现场，成为小小学堂当中的小学员之一。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场外观众也可以为你所喜爱的选手投票，助力他们成为我们本场人气小选手的同时，你们就可以登上我们的助力榜，这样就可以获得快乐大巴的专属礼物。加油。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瞪大眼睛看大屏幕。
我们看一看第一环节当中获得支持率最高的是张浩晨、王天佑还是刘昱辰呢？好，结果出来了，第一环节当中呢是我们的王天佑获得的支持率最高，你获得了10秒钟骑牛抢玩具的奖励。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马上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环节，学古诗读古诗的环节，快乐大巴无爸爸爸爸学吧。先生和他的小弟子，哎呀，每一次啊都带来不同的弟子，大家很好奇究竟我有多少学生啊。只要你关注我们央视少儿快乐大巴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就有机会成为黄先生的小弟子，来到现场和大家分享古诗的魅力。四位弟子落座。别呢也是我们古诗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古人在送别的时候啊，有很多的仪式，比如说会设酒饯行，会吟诗作赋，还会折柳相送。那古诗当中的送别诗呢，经常会出现长亭夕阳或者是岸边垂柳，那诗的题目呢也都有赠别送的。今天就让我们通过几首送别的古诗，一起来体会一下古人在送别时候的离愁别绪吧。小弟子们将分别讲述以送别为主题的古诗，看看哪一位小选手能够率先回答出诗名，并且至少背诵出其中的两句诗句。小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好喽。请大徒儿，示范带头作用。我们俩住在同一个城市的东边和西边，本来很容易就可以见面的，可是分别时候好久也见不了面。去年分别时候还是冬天，雪下得很大，雪像一片片的花瓣一样，可是在春天了，满树的花儿都开了，风一吹，花儿随风摇摆，像飞扬雪花在跳舞一样。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太棒了，谢谢谢谢这位可爱的小弟子。抢答开始，哪位快？王天佑。王天佑，告诉我你的答案是别诗二首，其一南朝范云，洛阳城东西，常作经时别，西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太棒了，回答正确，为王天佑加一分。哎，这首诗呢非常短，但是呢其中借用一冬一春一雪一花，就把这个长长的别情和心中的思念表达了出来。有一些啊，我们这个考古啊，包括这个古文专家认为啊，这首诗呢它是写一种情绪，而不是真的正在送别谁。他创作了许多关于送别的诗，他甚至还写过一首诗就叫送别，模拟的是一个女子送自己丈夫的场景。他是个男人，他和自己妻子呢也没有长时间别离，所以说他是靠模拟的情绪来表达送别的场景。因此我们推断呀，他应该是曾经在某一个年龄的阶段和非常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人有过别愁，有过离绪，所以呢才会经常在诗里边写关于送别的话题。这首诗写得非常的好，希望大家能够和小鹿姐姐一起来朗读一遍。别诗二首，其一南朝范云，洛阳城东西，常作经时别，西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来，二徒弟请。
们的情况多么像啊，都是远离家乡在朝廷做官，只要有你这个好朋友在，就算我们不在一起，距离很远，但感觉就像你还在我身边一样。所以我们在十字路口分开的时候什么也做不了，肯定难受的就像小孩子一样，哭的都湿了衣裳。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讲得好动人呐！告诉你们，这其中小朋友在讲故事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如果挑出来的话额外可以获得一分。抢答开始。好，张浩辰。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回答正确。心动哥哥还有一个问题，刚才在小朋友讲述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是后面一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无为他刚才小朋友们讲的是什么来着？好像是在十字路口告别。应该无为在这里面的正确解释是没有必要去伤心，就是不要。但是我们的小朋友呢就讲成了碌碌无为，没有作为这个意思。可能刚才没有听出来这个小孩的错误。其实是劝慰对方，对，哎呀，不要在我们分手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泪水连连的啊，不必如此，是吧？好男儿志在四方。那这首诗呢，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少府呢在古代的时候呢是县尉啊，这个是送别这个他的时候呢，王勃呢为他写的一首诗。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后面的这几句了，对不对？对。一起来诵读一下这一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好，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好。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读这首诗的时候虽然是送别，但能感觉得出来是两个好男儿站在路口，没有洒泪相别，而是豪言壮志互相激励的场景。这也是一种送别。请小弟子，三位小选手抢答开始。还是张浩辰最快。好。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作者杨万里。宋朝，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正是
荷花别样红。回答正确。这首诗呢我们都特别熟悉，那这林子方是谁呢？他就是作者杨万里的朋友，同时呢也是他的下属，他要去福州任职了，因此啊杨万里为他写了这首非常著名的诗。那其中呢我们看到接天还有呢映日，一个天一个日，道出了这首诗当中呢广阔的意境。那其中呢还有无穷碧和别样红，这是两种色彩，因此整个诗啊浑然一气，意境无穷。杨万里其实内心深处不希望林子方离开杭州，他认为林子方留在杭州会有更大的作用，因此呢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杨万里是用杭州的美景想告诉林子方你不该走。大家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啊，再看这首诗讲的都是美景，想一下杨万里看着林子方内心有千言万语想留住你，但是又不方便直接出口，因此写了这么美的四句诗。这又是另外一种送别的场景，舍不得。来，我们一起和小鹿姐姐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代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来，最后一位，请。我长期远离家乡，在外面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又要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很远的地方，朋友现在送我来到了江边，天灰蒙蒙的，似乎要下一场大雨，一阵阵风呼呼地刮着，许多浪花都被风吹起来，拍打着江岸，真不知道这一去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你，讲得真棒。那么这是我们小考学堂当中最后一首诗了，三位抢答，开始。王天佑，是不是？王天佑，快。相送南朝何逊，客心已百念，孤游众千里，江岸雨欲来，浪白风初起。回答正确。那这首送别的诗呢就是跟别的诗啊不太一样，别的诗呢比如赠汪伦，对，哎，是送这个送走的这个人给他写的，送什么谁？对，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还是林子方要走。谁是谁别这首诗呢是这个相送，是送给送人的人的，哎，这个是跟其他的诗呢有一点不同。何逊啊很喜欢四处游走，他呢最有名的呀除了这首相送之外还有一套五首叫相送联句。什么是相送联句呢？他和韦岸还有叫王江城的另外两位诗人啊三个人一起出门，然后呢另外两位是送他的，送别的时候没有哭哭啼啼，三个人相约呀，咱每个人啊写四句，然后连到一起变成一首诗。这个有点像中国啊近代的时候啊文人开始创立的一种叫曲水流觞的玩法，一人写一句咱们连起来，合辙押韵，所以呢何逊啊就对相送有特别的情怀，经常在和朋友道别的时候不是别人送他诗，是他送给别人诗，同时还带着其他的诗人啊每人写四句。如果愿意的话大家可以回去找一找他写的这个相送联句啊，那五首非常有意思，你们可以猜一猜，到时候看笔法或者是文字，哪几句是谁写的，每一个人的性格又是怎么样，
通过文字能感受得出来。所以今天呢，四首诗，有我送你，有你送我，有我舍不得你走，和我让你放心大胆的走。来，最后一首《相送》，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诵读。来，《相送》，南朝何逊。客心已百念，故游众千里。江岸雨欲来，浪白风初起。谢谢，谢谢我们四位非常可爱的小弟子。那么今天呢，这三位小选手在我们的小小学堂当中呢，表现得也非常的棒。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谁可以获得在骑牛抢玩具当中十秒钟奖励的时间。一起来看，在本轮听故事猜唐诗的比赛中，一号选手和二号选手各答对了两首古诗，得分相同，都可以获得十秒钟骑牛抢玩具的奖励时间。诗的主题是送别，古人云黯然神伤者为别而已矣。那送别呢，既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愁绪，同时呢还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情深，更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豪情。希望呢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也都能够跟我们小学堂当中的小小学员一样，通过诵读古诗爱上古诗之美。学古诗读古诗，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传播，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小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行动起来要做什么呀？就是要读古诗，把你们读的古诗呢，通过我们央视少儿和快乐大巴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这样就有机会在节目当中看到你们自己精彩的表现了。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进入的是今天最后一个环节，快乐大巴读爸爸乐吧。来，瞪大眼睛看看我们的玩具来了！哇哦！这些玩具呢，都是为现场参与我们节目的小朋友精心准备的。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场上，除了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的玩具之外呢，还有一份呢是我们快乐大巴的专属礼物，它属于我们场内和场外的幸运观众的。那么我们的第一份礼物呢，要送给在第一环节当中为胜出的那位小朋友投票的现场幸运观众当中的一位。刚才谁给二号投票了？举手。好多、就冲你们之中有那么多人吗？到底是谁会成天场内的幸运观众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好，大屏幕微信头像滚动起来，三二一，停。到底会是谁呢？看看谁？是一家四口，白云，白云，我是黑土。哎，白云在哪？在吗？哦，在。哎，一家四口那是。你个儿有点太高了吧？外婆也来，外婆也来，也来。哎，你好，小鹿姐姐，小鹿姐姐。我认识她。啊。我特别喜欢看排球。哎、对，我也知道了。她是81女排的，然后是打接应位置的。是你吗？对吗？哎呦，我见到活的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我认识他啊，他是81女篮，哎，女篮不是，不是，等会儿，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原来是81男篮的，81男篮陈晨，81男篮陈晨，81男篮陈晨，欢迎。不是您这身高也，我觉得姥姥是不是也是这个？是原来打篮球的，职业篮球运动员，职业篮球运动员，掌声送给姥姥。我特别想跟他们一家五口合张影，好不好？我们站在前面，我们站在前面合张影，一、二，来，宝贝儿，一，来，你站这儿，来，一、二、三，宝贝儿要和我们对下口令了啊！我们的口令是快乐大巴五八八八，回答正确，来。好了，那么送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场内幸运观众之后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一号家庭，来，一号家庭，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叔叔，叔叔给来骑牛是不是？对，我想问一下叔叔，健身吗？也会健。骑牛吗？俯卧撑那种行吗？对，俯卧撑可以的。撑起来啪拍一下那种行吗？那个我可以试试。试一下，试一下，来来。哎，小心啊，小心啊。哎，小心啊！这个
哎，哇，哎呦，哎呦，哎，行，留点力气，留点力气，留点力气，可以可以，哎，一会儿有你使力气的时候。你这个不对，真正应该是这样，我跟你说，俯卧撑拍啊，来，预备，走。这样的，好，来上牛，来上牛，做准备。张浩辰有十秒钟奖励时间，前十秒牛不动，预备，出发。加油，宝贝！加油！快跑！哎。哪个小拿哪个呀？喜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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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宝贝！来遥控汽车吧，这款汽车结实耐用，是你最好的选择。遥控。孩子，我不会害你的。这款汽车是里面最贵的几样之一了。你看看盒大盒小，哎呦，看看包装精美。哇，哎呀，叔叔小心啊！五十秒，加油，加油，加油，不要再跳了，加油！哎呦，跳得好仔细啊！65秒，刚刚开始还好，后来越来越激烈。对，棒，真的，肯定是这样。浩辰，你应该拥抱叔叔一下。75秒啊，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的秘诀就是他先做了10个俯卧撑，哎，而且还是那种双手离地的啊。好，掌声送给叔叔，送给张浩辰。来，锻炼身体很重要啊！谢谢谢谢谢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场外的幸运观众连线了。那场外的幸运观众呢，都是通过摇一摇或者是央视少儿和快乐大巴的微信公众号，通过我们的幸运观众的报名通道或者是场外的报名通道报名参加我们节目的幸运观众当中随机挑选出来的。来，大屏幕滚动起来，3、2、1，谁请？我朱老师。哎，朱老师，您好。哎，好，这里是央视少儿频道快乐大巴，我是小鹿姐姐。我是金豆哥哥。我是鞠婷姐姐。您好。哎，您是教什么的老师呀？我是教高中地理的。哦、高中地理的。地理吗？哦，你们家有小朋友吗？是啊是啊，刘天。来，今天要跟我们对一下口号了，快乐大巴。五八八八。回答正确。你可以获得我们快乐大巴的专属礼物。嗯。来，有请二号嘉宾。来，请上二号。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现场啊。来，谢谢大屏幕看到你了吗？现场观众可以通过这儿看到你。爸爸也这么高啊？还好现场你也是中国女篮的吧？我是中国儿童组。儿童组的。您从事的工作跟体育有关系吗？没有没有。您身高多少能问吗？我光脚1米87，穿上鞋以后可能会达到1米9。好，爸爸请上牛来。王天佑呢是有20秒奖励时间，前20秒牛不动。来，做准备，3、2、1，开始。哇哦，加油加油，看到了吗？慢点慢点，别摔着，快跑。自行车，自行车哦，他喜欢熊猫。对。啊、哦，这么喜欢小动物。那只大，那个熊大。好。那个最大那个。现在，我们的牛已经开始动了。我所有的推荐都特别的。
特别失败，特别失败。以后你就说对对对，那个那个，哎，对对。快快快！爸爸很棒啊，40秒。快跑！说时迟，那时快。我们保定的朱老师和您家的这位小朋友呢，我们也会很快把小朋友应该得到的一份快乐大巴送出的礼物送到家中。好了，我们要挂线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快乐大巴。谢谢，再见。小姑娘你好漂亮啊，再见。好，还有最后一次场外连线的机会，来看大屏幕，滚动起来。场外幸运星，3、2、1，停！看一看会是哪位幸运观众呢？是个窗户，我猜是爱德华。爱德华，好，我们连线一下爱德华。你好，你好。哎，你好，这里是央视12频道快乐大巴。你好，我是小鹿姐姐。大巴吗？你好，我是彭伟。我是金豆哥哥。您家有小朋友吗？哎，有有，涵涵，过来过来。哎呦，小姑娘真漂亮，叫什么名字？小姑娘，我叫涵涵。涵涵几岁了？我8岁了。平时喜欢看我们的节目吗？喜欢。快乐大巴。吴爸爸。回答正确。回答正确，恭喜你可以获得我们快乐大巴的专属礼物。一会儿去我们3号家庭加油，好吗？好了，谢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现场的这个环节当中啊，为他们加油。我们让爸爸和女儿给我们比一个胜利的手势，好不好？耶耶！哎，好顽皮呀！来，谢谢爱德华。有请3号家庭。你们好。哎，欢迎。为什么是四位？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妈妈。那位是？这位是我妹妹。妹妹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安妮。安妮是亲妹妹吗？是的。哦，安妮啊，这位是爸爸。啊，这位是谁？我爸爸。爸爸，前两位这个有叔叔有爸爸，这个在牛上坚持的时间我觉得都挺长的。看完之后有压力吗？没有。压力很大。压力很大是吗？我以为没有压力的。两位小朋友啊，要多坚持一会儿，好不好？好的好的。来，请上牛。来，加油。来，最后一对兄妹啊，涵涵你喊一个出发好不好？预备，出发！出发！加油！坚持住啊！爸爸坚持啊！哇，漂亮！安妮去！妹妹快！加油！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方法很简单，通过手机摇一摇或者央视少儿快乐大巴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虽然我们本期节目呢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央视少儿和快乐大巴微信公众号继续参加我们的互动。下期再见啦！再见。再见。分享，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思念。